现在是中午1点多，老婆工人已经回去吃饭休息了，下午再来开工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早上8个人干活，铺了这个木板，准备是倒水泥了。这边我们看一下，这里已经裂开了，这里裂了一条裂缝，因为应该是昨天晚上我们填泥呀，它这里还没有导航梁，我们填泥的时候又加水了，把这里给压裂了。但是这个裂开这里问题不大，到时候补点水泥就可以了，加一个横梁在这里就没有多大问题了。然后这个泥也是基本上铲完了，这个泥，但是这个房子还要买泥啊，泥还不够，这边还有一个大坑还没填。大家好，我是何草媳妇阿顺，我是老婆人。大家好，我是何草大叔，现在要跟老婆出去买几个鸭回来，这个鸭前几天都是想买的啦，然后问了一下这个大舅妈这里，还有三婶是吧？三婶也问了，不卖，要留着自己吃。现在在村里面已经问到有人肯卖的了。现在我跟老婆出去买几个鸭回来，他肯卖多少个啊？不懂嘞，他有几个肯卖呢？他有几个肯卖是吧？嗯。我们是去买一点鸭回来养着，然后想杀的时候可以杀，因为这段时间啊，给二妹盖房子，还有准备也是要割这个割稻谷了，所以买一点鸭回来备着，需要的时候就杀一个是吧？要不然没有什么东西吃啊，这个乡下很多就是当地人养的鸡鸭，他也是要留着自己吃，他也不肯卖。现在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就是肯卖这个鸭的，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他肯卖多少，走吧。因为我们这个车的轴承坏了，扔在这里一个星期了，这个配件得从中国发过来，所以一直扔在这里还没能修好。这段时间是只能开摩托车了，太阳太大了。这边正在跟老婆开摩托车出去，我们现在先到市场这边买两个鸡，也是要买鸡哦，也是先买两个鸡回去放着。现在还不知道人家那里有多个鸭，在市场买了两个鸡，现在出发去买鸭。哇，老婆这里好奇葩啊，跟他说好了跟他买鸭，然后去刚刚去到那里他不卖了，现在又回村里面问，他做不了，现在晚上一点，晚一点。这个鸭它死，你懂我，我不行买。哎，现在有时候它是它死了。发瘟了。它有病。老窝工人干完活了，今天8个人过来干活，现在帮清理这个泥了。昨天还有一大堆的时候，喊他们帮忙一下，不帮忙。现在差不多清理完了，来帮忙一下了。郭大胆又是干了一天活，刚刚回来的时候喊丈母娘，就是去村里面问了，有一个有鸭的，要说跟他买5个，他不卖，他要跟他买完10个他才卖那个鸭。然后在这里等了，等到现在晚上了，我们做饭吃啊。他说他那个鸭臭了是吧？他有病了。现在这边的鸭都有病，然后村长家那个鸭也是死了很多，现在也是不敢买了。本来说跟他10个鸭一起买完的，
哎呦，这个买鸭之路艰辛啊！本来说买十个鸭回来慢慢吃的是吧？想杀的时候杀，不要闹这个又慌是吧？现在也不敢买这个鸭了，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吧。现在啊，村那里这个鸡还没事哦，鸡没事是吧？不懂嘞，以前是一样啊，一年有一个啊，鸭鸡啊，不懂它干嘛，它有病啊，它自己死。哦，每年都会有一次，就是这个鸡鸭会自己死。我们以前的有呢，我们养很多，但是它有病了，它死了，它自己死了。这个鸭现在就有病是吧？嗯。有病就不买了是吧？就这段时间不吃鸭了。不敢吃了，怕。是啊，都说村长的鸭都死的差不多了，所以这段时间不吃鸭了，多吃点鸡，然后看能不能买多一点猪肉吧，是吧？它有一个啊，它有少呢，有少一个呢，它煮给鸡鸭吃了。一些呢，我们是一样。有草煮给鸡鸭吃了，就不会生病是吧？我们看呢，看了它生病了，我们去拿这个草来煮给它吃了。估计他们这个鸡鸭也是发瘟了，兄弟们，他们也不会用药，知道吧？也不会预防。哎呦，所以这段时间还是不买鸭吃了。现在这边的鸭都发瘟了，应该就是发瘟。他们说的生病，就是我们国内说的发瘟，应该就是。不懂嘞，不一样啊！给妈妈问一下，她的姐姐，她这里养，她生病吗？不生了的话了买。就是叫姐姐问一下，不生病了可以买、嗯。那看一下吧。那你生病我不要了呢。看一下吧，看一下。还有今天晚上也是没有在家里面做饭，也是去三婶家吃饭，然后又是要给。爷爷祈福，外公祈福。我送一个鸡给他了。那、这个外公又要祈福了，前几天刚祈完福。然后今天我们也是买了两个鸡，送了一个给他祈福。现在是要过他那边吃饭是吧？嗯。现在过三婶家吃饭。几个小孩跟着老家人在这里吃中国餐。青菜炒鸡肉，味道还是挺可以的。这个鸡比较嫩。哦、老丈人也是喜欢吃中国饭啊，都没有去三叔那里吃那个老挝饭。呀！沾汁，学老挝人，哦，手抓。嗯，好吃吗米？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吗？是不？是。好吃，好吃。弄好吃。不说。一定配爸我配爸我配。这两个二大胆，这两个女儿啊，也是从小培养啊。说中文，吃中国餐，是吧？杠杠的。吃米饭。好吃。这个说的。吃完了一碗米饭。我女儿也是。米。好吃吗？好吃，你看，好呀，哎呀，咩呀？浪费你，喂，这个掉，咪，阿考是嘞，咪，给吃烂了，你看阿考是嘞。米是米，但是放这个米，
怪猪。哦，一大碗鸡肉给这三个小孩干完了，哦，太能吃了，这个小孩。这个吃的最狠，这个吃的最狠。嗯，辣椒哦，这个不是猪肉，鸡肉。辣酱，他拿到就辣酱咬了。辣不？厉害！辣椒。打。打。该睡觉了。妈，还桃子。嗯，辣椒。辣酱都想吃了。蒜米也想吃了。哦，这个是不能吃哦，辣。你饭就吃，你吃完干饭。婶婶这里又给爷爷祈福了，都在等吃了。看一下，有个鸡肉，也是一个鸡肉，就是大餐了。然后现在要做祈福仪式了。老挝这边就是这样的啦，不管是大事小事，然后大病小病，都是要做一个祈福的，然后绑绳子。小孩们在看电视啊，看一下这个14寸的彩电。